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当，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我哋迎站立，我哋一齐攻读传道书三节嘅圣经，一二三。各位请坐下。其实我们都来到传道书、差不多结尾的时间。来到结尾，当然所罗门他开始将他所写的传道书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范畴信息開始做一些的結論。來到這裡，我自己一看見這幾節聖經的時候，我心底裡面就想 有一些問題。我不知道大家怎麼看，因為你只是單單看第十一章第八節，我特別是用新譯本，因為新譯本是將和合本，因為我們一直讀的聖經那個和合本已經差不多100年，超過100年的歷史了，所以和合本有很多的翻譯，因為那時候很早期，可能很多的對聖經的原文的了解都還是有很多的研究在裡面，所以大概1970几年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些这样的新的译本来到帮助大家更加去明白圣经一些的意思。这个新译本呢就将传道书第十一章第八节呢就这样直接出来。他说呢，人无论多长寿都当乐在其中，不过他要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些日子将会很多，要来的都是虚空的。如果你看第八节的下半句，他就跟你说，他说你要想到黑暗的日子会来到的，而这个日子将会很多。其实这个将会很多呢，那个真正意思就是将会不断的增多的意思，有增加的意思在里面。他说要来的都是虚空。那你一看见这些字眼，黑暗的字虚空，那你大致上你都看到人生呢即是很灰暗，很消极。咁所罗门又好清楚咧，讲到咧呢啲嘅现实嘅生活咧，就真系有好多呢啲黑暗嘅日子。你知道黑暗嘅日子咧，就话咧心境啊，或者咧你面对嘅遭遇咧，好多时候咧都有一种嘅黑嘅感觉，即系话咧你人生咧有好多咧唔系几开心嘅际遇将会临到。而且人生亦都会趋向这种叫虚空。不过同一节圣经在开始的时候又好像跟这种思想观念刚刚好相反，一种矛盾。他说人活多年，或者人无论多长寿，这个就是和合本和新译本少少不同。他说人无论几咁长寿都当乐在其中，或者咧和合本咧叫做咧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
究竟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积极的信仰呢，抑或是一个消极的信仰呢？如果是讲消极的，真的所罗门看透人生呢，是真的 很多黑暗的日子，很多虚空的日子。但是另一方面呢，传道者又要我们什么呢？要快快乐乐的来到度日。他说你当乐在其中，要呢在这些年日里面你要快乐。怎能够快乐？如果黑暗的日子到了，如果人生觉得很多很虚空，你记得我们都曾讲过，人生有很多东西很无奈的，很无聊的，你又预测不到的，要来就来的了。而这些东西是令到我们很多担心，很多闭翳，很多东西好像束手无策，彷徨无措，是不是？那你怎能够开心呢？没可能的。因为人总是受人生的很多的环境啊、际遇咧，嚟到影响到我哋。唔单止呢一节圣经啊，跟住咧，我哋亦都睇到咧，第十一章第十节啊，咁佢都话咧，因为咧，无论是幼年或者系壮年，都是虚空的。又讲多次咧，人生都系好灰暗。但系咧，又在十一章第九节呢，又讲到另一方面呢，他说年轻人啊，你在幼年时要快乐，在壮年的日子要使你的心欢畅，顺着你心所愿的，眼所见的去行。即是说呢，你要尽量快乐，你心里面想些什么呢是快乐的，就去想咯。如果呢你见到一些东西你想做的令到你快乐的，你就去做咯。咁啊，如果好多人咧，即系一见到呢啲圣经咧，就好开心啦。咁啊，好圣经咧鼓励我哋咧，即系咧，总之咧，有啲咩嘢你开心嘅，就即管去做啦。咁不过小心啊吓，圣经咧永远咧有好多个平衡喺里边，你唔可以揸住一节圣经就话咧，我中意做一啲嘅嘢可能有啲嘅嘢咧，你系不合法嘅，或者不道德嘅你话圣经话啊，你开心咪去做咯咁吓，唔得噶吓，好多嘢你要小心吓。不过咧，里边咧个意思就话咧，你幼年嘅时候要快乐，壮年嘅时候咧，你都要使到你自己快乐。咁幼年壮年咧，其实咧即系咪有人生咯吓？一系就年幼，一系就年长，就咁多啦吓。好啦，究竟基督教对人生嘅睇法系消极嘅咧，亦或系积极嘅咧？你怎么看？你觉得基督教的看法是消极还是积极？积极。但是又好像很强调这些很消极的东西。那究竟消极还是积极？没有答案的。两样都有。咁就切，咁你即系讲嚟嘥气啫，真嘅喎。原来人生咧，两样都嘢都有，因为咧快乐嘅、悲哀嘅，系人生两样嘢嘅结合交织埋喺埋一齐。你谂下你嘅人生咧，会唔会净系单单话咧你成日快乐咧？唔会嘅。好多嘢咧，你会发现到咧，会令到你忧伤嘅，会令到你痛苦嘅，会令到你流眼泪嘅，会令到你夜晚瞓唔着嘅。但系人生会唔会成日都系令到你咧好闭翳咧？又唔会嘅喎，你有时会亦都会咧面对一啲好开心嘅嘢，或者咧你自己亦都咧期望咧系活出一个有开心嘅心境嘅一种嘅人生出嚟。其实，你会发现到在当中咧，所罗门咧点出咗人生咧一个好重要、好重要嘅一种嘅人生嘅真理喺当中。你留心第十一章第八节，佢点讲咧？佢话无论咧你几长寿，你当咧乐在其中。
不過啊，這個不過這個字呢又可圈可點了。不過你不要只單單落在其中，不要只單單就是說我就有了今朝嘴，我呢就及時行樂，成日就什麼都不理了，總之呢我就 happy 就可以了。不是的，不過就是說呢，喂，你要想多一點啊，因為呢有很多的日子，黑暗的日子將會來到，而且那些東西呢有增無減的，而且人生很多東西呢會令到你覺得很空的，很虛的。好啦，这个第一个观念。但是十一章第十节那里呢又说，你当除掉心中的烦恼，除去肉体的疾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不要成日呢令到你的心呢很多的积郁在里面，很多的烦恼，很多的忧伤呢是成为一种的包袱呢，在这里呢压住你。你不要令到你自己这么痛苦了。因为很多时候呢，这些的痛苦在哪里来呢？是因为你成日呢内心世界里面呢储藏了很多这些这样的烦恼，很多的积怨，很多的忧愁，很多东西放不得低，就是积在里面，以致你的人生很痛苦。他说什么？除掉它啦，抌低它，令到你的心什么开开心心。他说呢，如果你肉体呢身体呢有什么疾苦呢，你都要想尽方法来到除掉它，令到你的身体不会痛，不会太过痛苦。如果你累的，那你怎样？尽量休息咯，令到你的身体舒服一点咯。如果你觉得你身体比较孱弱一点，做多些运动咯，等你身体健壮咯，健康多一点咯。你冇錢咧去參加或者咧去加入咩 club 啊咩 gym 嗰啲咧，你咪自己要跑步咯。朝頭早起身，早啲起身就走去晨運，係嘛？令到你嘅身體咧精神會好一啲。嗱係嗰個意思啊，即係話咧你心靈好，身體好咧，你都盡量咧將你嗰啲痛苦咧攞走佢。要咩嘢？要開開心心。跟住嗰、那個。连接词咧又系好紧要啦。佢话因为无论你系幼年嘅系壮年嘅，都系虚空。意思系咩啊？因为咧人生好多嘢咧系会好虚空，会好多唔开心嘅事情，所以咧你要尽你嘅方法咧系令到自己开开心心。好啦，咁可能你话牧师啊，你讲咩嘢咧咁？嗱，我想喺呢度咧做一个咧好清楚嘅结论。基督教的信仰呢，其实消极的、积极的、乐观的和悲观的都同时进行的。那那个关系在哪里呢？关系听清楚一下，基督教的信仰呢就是因为看见人生是几咁的消极、虚空，所以我们要学习怎样去积极的来生活。听清楚啊，基督教信仰就是因为我们看见这个人生的现实就是这么消极，就是这么无奈，就是这么无聊，就是这么悲观，就是这么虚空的时候，所以你和我一定要去学习怎样过一个积极的生活，否则你的人生很苦的。很多人就是这样顺水行舟，哎呀，嚟到嘅时候咧，好痛苦啦！卒之咩咧？咪成日心里边咧，将呢啲咁样嘅痛苦，将呢啲咁样嘅内心世界嗰种嘅沉重或者咧你心境里边咧嗰种嘅黑暗啊，即系咧即系你都唔识笑你都唔识咧去点样去睇人生呢啲嘅现实嘅时候咧，好啦，将呢啲嘅嘢咧含含积积埋埋喺你里边咧。於是咧，令到你整個人生咧，就係俾呢啲咁樣嘅包袱，俾呢啲咁樣嘅重擔、憂慮，或者咧一啲嘅怨聲載道咧，係令到你心底裏邊咧，成日都覺得人生咧好痛苦。而呢一啲咁樣樣嘅痛苦咧，我成日都苦歡你用一個字咧，痛咧係好難避免。如果你有病，有时咧痛，头痛、胃痛，边度痛？
很难避免的。但是苦呢是你自己拿来的。很多人呢一痛就苦。少少痛啦，俾支針得吉到啫。哎呀，咁成日咧就覺得咧，人生咧好似咧即係過唔到日子咁樣嘅感覺，係咪啊？當然咧，每一個人嘅痛咧都好真實啊！我哋亦都唔可以咧嚟到去否定啊你個痛咧。哎呀，冇嘢嘅咁啊，我都唔覺得痛，梗係啦嚇。可能咧你唔係經歷緊嗰個痛，係咪啊？人面對痛的時候，每一個人的痛的程度或者接受痛的程度是很不相同的。有些人真的被針刺一刺，可能整天就是手指就這樣不動了，因為痛嘛，什麼都不用做了。但有些人可能真的身體很多的痛楚，他一樣去捱，一樣去接受，一樣去面對它。痛是很難避免，苦是自己拿来的。因为为什么呢？当你觉得痛了之后，你再埋怨，你再怨天尤人，你再感觉到这个人生好像 很无奈，或者你对于人生已经有一种灰暗 的看法的时候，其实痛之余，你加上你心里面那种苦涩。当你埋怨神，当你呢再埋怨埋人，因为咧，当一个人如果有病痛嘅时候啊，好多时候咧，呢种嘅痛咧，唔单止话咧，你身体里边嘅感觉系痛，而且咧，你会加上埋你嗰种嘅苦涩咧，你会埋怨神，神啊，点解咧？你令我面对一种咁样嘅痛苦，面对一种咁样嘅病，再加埋咧，因为呢一种咁样嘅痛咧，而令到你咧，对于你嘅家人咧，都埋怨埋，人哋斟杯水俾你。熱就熱得滯，凍又凍得滯，於是呢你又埋怨埋你嘅家人對你嘅照顧唔好啊，或者呢你猛整嘅時候呢，你又呢真係將你本來呢可以服侍你嘅家人呢啊，嗰啲人都怕到你啦，咁多怨聲載道嘅，斟杯水俾你都俾你鬧嘅，係咪呀？咁你呢種嘅苦澀呢係加增咗，其實可以唔需要㗎，係咪呀？不過呢好多人真係一痛即苦，有些人未痛已经苦定先的了、但是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可以痛而不苦。我认识有很多的人，虽然真的面对过人生很多的痛，身体的痛、或者心灵很多的创伤，但是他里面呢那种的苦呢，他可以有一种力量呢去克胜他。原来人生面对这些这样的即现实呢，我们是不可以否定的。你如果呢一路 去体会或者去经历到人生这些的痛和苦的时候呢，如果呢你不断的去否定这些的现实，你会痛上加痛，苦上加苦。当然在人性来讲的时候呢，真的很难做。因为呢当我们真的面对人生这些的现实，有痛有苦的时候呢，我们怎么会有心机去所谓的快乐呢？因为呢很多时候我们里面的心境总是会受这些样的环境感觉呢来到去影响我们的心境。加上埋呢个世界太多嘅无聊无奈，冇公平，冇公义，好多嘢又唔到你预测，又唔到你控制，你做撑死，谂住咧可以咧努力啲啦，搏条命咧去做一啲嘅嘢咧，希望能够有一个好嘅效果，等自己咧可能咧升职加薪或者咧令到自己咧生活咧会好一啲。不过咧现实又同你讲。你搏晒老命，你点样样咧？努力都好，可能嘅升职嗰个咧系你隔篱嗰个，可能嗰个咧乜都唔识，但系佢识得咧托老板脚，识得咧拍马屁。好啦，到头来咧升职嘅系佢，加薪嘅系佢，好唔公平啊！
呢啲嘅现实喺我哋人生嘅里面咧，如果你净系咧耿耿于怀嘅时候咧，哎呀，点解咧咁唔公平？点解咧我做咗咁多嘢，然后咧你发现到咧你得唔到你要得到嘅嘢时候，好啦，你开始咧沮丧，开始愤怒啦，开始咧心里边咧好多好多嘅苦涩，你谂住咧点样去报复？你点样咧谂住咧点样可以咧翻身？但系咧似乎个机会咧又唔轮到你身上。老实讲，如果你读传道书，或者我都讲咗传道书咧，差唔多嚟到结尾啦吓，十几章嘅圣经，传道书嘅作者所罗门用到咁多嘅篇幅，佢讲到人生似乎真系好无奈、好消极。佢点解要用咁多嘅篇幅咧去描述一个咁样嘅虚空嘅人生呢？其实个目的咧就想你同埋我知道一件嘅事实，咩事实？呢啲系事实，听清楚啦。嗰事实喺边度啊？呢啲就系事实，呢啲就系现实。你唔接受咩？更加苦。你唔会承认咩？更加苦。不过咧，好多人咧发现到咧，原来咧系接受唔到呢种嘅现实嘅。因为人嘅理性咧，总系觉得咧，如果我一加一一定等于二嘅时候咧，我就开心啦。但当你发现到咧，一加一原来你等于零嘅，冇嘢嘅，你会发现到咧，我做人为乜咧？再加上埋咧，好多嘅嘢咧，我哋系接受唔到嗰个现实。嗱，迟一啲咧，我会讲多少少咧，就系咩咧？如果你睇到最后尾嗰章啊，《传道书》第十二章嘅时候，《传道书》第十二章咧，所罗门咧用咗咧有几节圣经咧去描述咧人生嗰个嘅嘅转化点样样。最主要咧，嗰度嗰几节圣经咧系讲到人咧系会消逝嘅。咩叫消逝啊？即是说你以前是那么精彩，你以前那么有本事，你以前那么精灵，现在你会发现到你会一直随着时间，随着你自己的身体，随着你自己的年日，你会一直消减你以前那些这样的光彩，你以前那些这样的能力。而所罗门说到将来有更多黑暗的日子，当然个黑暗嘅日子咧，其中一样嘅咧就系咧，圣经第十二章佢讲到过咧，日头会变黑。哇，乜日头将来咧会嗰个太阳咧会冇咁光咩？或者咧会变黑咩？唔系太阳嘅问题啊，系咩问题啊？你只眼啊，边个咧指住啊？系呢只眼问题咧？太阳系冇变到黑嘅，太阳系咁光嘅。不过咧，点解你觉得太阳会变黑咗啦？因为你只眼开始咩呀？睇唔系几多嘢啦，系咪啊？我早排早几个星期崇拜嘅时候咧，咁我谂住我讲道啦吓，咁咧就所以咧我就转咗一个咧嗰啲近镜嘅，即系睇书嘅眼镜。咁我谂住咧呢度咁睇咧就方便啲啦吓，咁我唔使咧又咁样吓。点知咧个问题咧就～我唔記得咧，我要睇嗰啲我叫貓鏡啊，嗰個唱歌啊，或者咧嗰度有啲嘅字咧，我睇唔到。卒之咧嗰次咧，我唱歌嘅時候咧，我只係口噏噏我唱唔到歌出嚟，因為點解咧？我眼鏡咧嗰度睇唔到，就算戴咗眼鏡，戴錯咗眼鏡咧，我睇唔到。點解咧？我隻眼開始好多嘢問，好多問題出嚟。黑暗嘅只唔单止话咧，你只眼开始咧有啲问题或者你嘅视力有啲问题。其实黑暗嘅只亦都包括咗咧，有很多嘅嘢咧，令到你会觉得有沮丧。以前你跑步，哇，嗰种嘅龙马精神啦，或者咧嗰种嘅力量咧，真系咧可以。可以赢到奖，或者比赛赢到奖。而家叫你跑上楼梯都难好多啦。每一步楼梯呢都是艰苦的。有时候我真的见到很多老人家呢你知道我们每一年呢我们都是有感恩节的聚餐，也都有长者的诗班在当中。
啊，很多长者说牧师啊， 我已经不可以上台了，我最多我站在前面那里、啊、连一级楼梯两级楼梯呢都是很吃力。所有这些东西就是在第十二章那里一直讲，我会那里详细一点，稍微现在今天给少少的给少少的思想给大家。原来呢生命有很多东西是开始会有很多的衰残，很多的消逝，很多东西你是会失的，失去了你的视力，失去了你的听觉，失去了你的手脚 的敏捷度、啊、你开始发现到很多东西会失的，你可能过去有的家人你会慢慢一个一个失去，当然工作到你咁上下年纪呢，你已经要停止啦，做唔到啦，失。而呢啲嘅嘢呢係好难接受，因为过去呢有好多人呢喺呢啲嘅工作好，或者呢你嘅能力好呢，你呢觉得呢係一种嘅自豪，你觉得呢个係我成就感，呢、这个呢係我可以做到嘅嘢，慢慢呢你发现到呢啲嘢呢你退啦，你开始做唔到啦，但你接受唔到。好多人就是这样面对一个现实的人生，但是你接受不到这些现实。好多人的痛苦是因为不能够接受现实事实，以为人生还是很可以呢 很公平，以为呢人生呢有很多的理想，其实人生里面有都好多嘅无聊无奈，以为有一日你可以透过你嘅努力可以吐气扬眉，不过呢一啲嘅日子可能一路都冇嚟到。人生就系咁样样，面对一个你唔能够预测、唔能够预料、唔能够控制嘅人生。你要接受，面对一个的人生你觉得已经慢慢会走下坡，不是你的理想当中你想得到的东西，或者你逻辑上想到应该有的东西而你得不到的时候，你会很灰心，或者你会心里面讲过，牧师你太消极了，我不知道是来到一个这样的年纪呢，那种所谓人生观呢我真的开始有很多的 转化，或者呢说得俗一点就是都看化了，过去可能会觉得公司真的很需要你，因为你很有才干，不过你发现到现实的世界就是这样，最初你进去的时候因为你有利用价值，老板呢对你呢哇真的当你神那样拜，哎呀你真的好啦，你真的厉害啦，给很多的笑容给你，到了这么上下你年纪你的能力你的资讯已经呢不及以前，或者呢赶不上的时候，可能老板俾你有面色睇，你已经咧冇乜利用价值。到咁上下，可能就系咁样样，用好多唔同嘅理由、方法，拜拜，好伤噶。以前你同公司嗰度点样卖命吓、啊、到头来咧，原来咧，当你冇利用价值，或者咧，当你唔及时宜嘅时候咧，可以就系咁样拜拜。很伤痛的，不过这个就是现实。所罗门用了这么多的篇幅就是跟你讲一件事实，人生很多的东西或者有多好好的东西在你手上，有一天都会没有的。
如果你不能够接受这个事实的时候，你会犯到你越来越苦涩。你估你的仔女一定常常都咁听你话，咁尊重你啊？当佢慢慢大个嘅时候咧，可能佢会对你采取一种觉得厌烦啊！你以前咧教佢好多嘢，你以前咧帮佢好多嘢啊，到到咁上下咧，可能咧佢觉得咧你阻生晒，一样有。你做老师嘅，好俾心机咧嚟到教啲学生。但是可能这些学生对你那份的态度是你很惊讶的态度。有时候都在想，做牧师是不是一定有人尊重你呢？未必有很多人看笑你。一样有。一样有很多人批评你，一样有。那这些是一个现实。所罗门佢话黑暗嘅日子会越嚟越多，有时候谂下人生，即系我咁嘅年纪啦，吓登陆啦，咁讲啦，吓应该咧即系好多嘢咧经验啊，或者咧人生经济啊、家庭啊、工作啊，吓已经咧已经即系有一个相当稳固嘅基础吓，讲人咧都应该系成熟好多啦吓。但是事实上要面对的事，面对的困难，面对的痛苦，似乎有越来越多。可能期望问题啦。不过我想今天大家只是单单去了解这件事。真的，有时候我们都在想，为什么我现在要面对一个咁多痛苦嘅人生，点解好多嘢都会临到我身上？好似小女飞刀一样，嗰句说话系咪？偏偏选中我，弟兄姊妹。有时你一起身听新闻或者睇新闻，夜晚黑好，朝头早好，翻到咧总系咧有好多嘅车嘅意外。哪里哪里有意外，有死人。但你从来不会想，哎呀，真的好彩了，不是我。或者你有听到一些同事患了一些病，突然间很后生，突然间听到他有癌症，你又不会立刻说，哎呀，感谢神，即是这些痛苦病痛呢仲未曾諗到我，我哋好少咁諗嘅。我哋只係一路諗嘅時候咧，就話咧，當你有少少嘅病痛、有少少嘅困難嘅時候咧，你就開始埋怨神：神啊，點解你偏偏選中咗我？有時候對於痛苦呢樣嘢咧，我覺得咧係一啲外來之物，或者咧係一啲咧我哋覺得係好出奇嘅嘢。哎呀，唔應該係我嘅，我人生應該係咁樣樣嘅，好順利嘅，好快樂嘅。但事实上啱啱调翻转头，所罗门嘅话咧，其实人生嘅痛苦越嚟越多，系好正常。如果你有一日识得咁谂嘅话咧，咦？我今日咧吓，我哋两公婆咧吓，大家都和和气气咁过一日，我要感谢神，因为咧本来咧真系可以咧人与人之间嘅相处咧可以咧日日嗌交嘅。如果你回到那天平安无事，无穿无烂，驾车上班放工平平安回家，你要什么？感谢神，因为呢随时你驾车出去不是你撞人，就是人家撞你。为什么不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想呢？感谢神，我今天呢我还是齐齐整整，我仲系咧舒舒服服，感谢神。如果真系有苦嘅时候咧，呢个人生嘅正常嚟嘅，严格嚟讲，真系噶。因为咧呢啲嘅痛苦咧，系可以随时咧透过唔同嘅方式咧临到你身上。如果你嗰个朋友好后生嘅，佢突然间知道佢自己有 cancer，
有時諗一諗，點解唔係我呢？難道佢比我更壞咩？難道咧佢比我更差咩？如果係咁講嘅時候咧，當然我哋唔係幸災樂禍啦，但咧，如果我哋識得咁諗嘅時候咧，原來人生嘅痛苦咧，喺所羅門嚟睇嘅時候咧，係一件正常嘅事情。如果嗰日咧你冇痛苦、冇病痛、冇困難嘅時候咧，你就感謝神，神啊，多謝你今日俾我平平安安咁度過。如果你能夠咁諗，我能夠咁諗嘅時候咧，我每一日咧都能夠開開心心嘅嚟到度日。弟兄姊妹，原來今天我哋所面對嘅人生係我哋好難去估計、好難去控制。你想逃避苦咩？太多機會咧，令到呢啲嘅困難同埋痛苦咧臨到你同我身上。如果今日每一日你能夠從一個咁樣的角度嚟到睇嘅時候，你每一日就係感感恩恩嘅嚟感謝神，神啊，我今日又平安度過咗一日，我又舒舒服服嘅度過咗一日，感謝神。讓呢一種咁樣嘅思想開始喺我哋心裏邊學習。人生就是一件值得感恩的事情。我们同心祈祷。天父，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太过天真无邪，面对一个这样是完全我们不能够掌控的人生，而我们今天能够是这样平安度过，我们要感谢你。但愿你让我们去接受这个人生的事实的时候，让我们心底里面很清楚知道，原来背后仍然有你那份的恩典来到托住我们。当我们平安的时候，信你的时候，求主你让我们懂得去感恩。当我们真的有时遇到一些人生的现实，我们身体工作或者我们的经历有时都会面对一些痛苦的时候，求主给我们有一个倚靠你的心，因为当我们受苦的时候，你绝对不是那位旁观的人，因为你都曾经一样的你都受过苦，你明白我们受苦的人的心境是怎样。求主你给我们懂得怎样在受苦、在无助的里面仍然抬头嘅嚟到仰望你，知道主你有足够嘅恩典嚟到去临在我哋，你会与我哋同行，你会与受苦受伤嘅人一齐嘅同行。我哋相信呢个就系我哋最幸福嘅信念，帮助我哋以你做我哋嘅神，一生带领我哋走呢条人生嘅道路。祈祷交托，奉主的名求，阿门。让我们有小天使为我们献唱。
啊，啲小朋友都慢慢又學下唱，又學下喐咧，都唔容易嘅嚇。誒，唔好講個細路仔，有時大人都要又要唱又喐咧，都唔簡單嚇。我好多謝誒小天使同埋一班嘅誒導師咧，係帶領住佢哋。好，以後我哋會有奉獻，繼續我哋嘅敬拜，讓我哋都預備好我哋嘅心同埋金錢，我哋一齊嚟到參與呢一個奉獻嘅敬拜。如果你係明白奉獻嘅意嘅，請你唔需要參與嚇。咁啊，我哋一齊奉獻嘅時間裏邊咧，我哋一齊唱誒《奇異恩典》呢首歌嚇。神嘅恩典好豐富嘅嚇。唱獻禮物，萬物都是從主而來，我們把從主而來的獻給主。神啊，多谢你，因为你是那位欢喜施恩怜悯的神，你供应我们生命所需要的，因为知道一切我们所得到并不是理所当然，是你的恩典来到赐福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来到去享用。求主你给我们常存一个感恩的心，来到去领受你所给我们一切的恩惠。现在我们将点点的金钱我们要献上，求主你祝福这些的金钱，使用这些的金钱成为更多人生命的恩惠。我们诚心的祷告谢恩，奉主的名求，阿们。各位请坐。在这里代表教会来到欢迎每一位参加主日崇拜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有一两位新来的朋友，我想在这里来到介绍和欢迎。我们首先欢迎Edward Yu 啊，余志广先生，余先生，欢迎你喺呢度见到啦，好，欢迎你，请坐，请坐吓，欢迎余先生 Edward 喺我当中吓，啊，另外一位叫 Stacy 关 ，Stacy 喺啊喺嗰边 ，OK， 欢迎你吓 ，Stacy 欢迎，哦。那裡有紙的，我看到以為在紙 OK， 好，在這裡對不起啊，這裡那邊還有新人未，因為只有兩張的歡迎 Stacy 在這裡，對不起啊，因為以為在紙，我以為他在那邊坐 OK， 好，另外那裡是以為Yolanda 另外那位 OK， 好，歡迎你們兩位，好，請坐請坐啊、有时误会就喺呢度嚟啦。OK， 唔紧要吓。OK， 好。秩序表度咧，咁就因为咧呢个系三个礼拜之前嘅秩序表嚟嘅，所以咧有啲地方咧我忘记删除啊吓，嗰、那个除夕嗰个咧其实咧嗰个除夕咧我哋都好开心吓，我哋都有成廿几人喺我哋屋企里边，咁啊佢哋后屘咧唱卡拉 OK 咧唱到三点几。好开心啊，不过好开心，好开心，好开心吓。
OK， 好，咁咧就嚟緊我哋另外咧粵語部咧有一個盛會咧，又一個好大嘅盛會咧，就係咧春燕話劇嚇，三月一號嚇，咁我哋咧仍有兩場嘅嚇，晏晝一場，嗰個係4:00 ，OK， 春燕晏晝嗰個係4:00，然後咧我哋完咗之後咧，我哋就一齊有一個晚宴嘅嚇，嗰個係6:00，咁我哋咧就晏晝。一場就做話劇的，夜晚一場8:00就做話劇的，然後大家呢一起在中間6:00就一起晚宴，咁呢就遲啲我會再詳細同大家講講呢個嘅情況，咁大家呢都預一預3月1號星期六，好嗎？3月1號星期六呢個呢即係請大家早啲報名呢，因為呢我哋通常呢兩個禮拜之前咧，我哋已經就截止即係滿曬額噶啦嚇，咁所以咧，當我哋一有飛或者一出報告嘅時候咧，即係我都勸住大家咧早啲報名嚇，因為咧就呢個比較搶手啲嘅聚會嚇。好啦，有多兩樣嘢報告嚇，第一樣嘢咧就係咧嚟緊呢一個禮拜六嚇，1月11號，咁咧就灣區咧有一個盛事咧，就係咧。佢哋會喺灣區咧就開設一個24小時嘅基督教電視台，叫做創世電視啊。喺香港咧已經係做咗好多年嘅啦嚇。咁咧就但係灣區咧就係第一間24小時嘅電視台，叫創世電視。咁佢哋有一個嘅開台禮。咁咧佢哋咧就原則上咧就即係即係如果你有人想參加觀禮，一個歷史性嘅一個禮嚇。如果你想係參加嘅時候咧。你哋可以上網咧嚟到去即係報名嘅嚇，咁咧就要叫做 RSVP， 即係話咧你要覆佢哋，咁佢哋咧就預個位俾你。咁咧原則上咧喺私事嗰度咧已經有一張嘅 poster，OK， 同埋一張個報名表。如果咧你都係想有機會咧睇睇呢一個嘅盛典嘅時候咧，你可以喺嗰個私事嗰度咧寫低你個名，寫低你個 email， 好嘛？寫低你嘅 email 電話，咁咧就參加嘅人咧，我會同你即係基本上同你上網報個名嚇。咁就如果你自己識上網咧，都可以報名。我已經喺嗰個報名表嗰度咧係有嗰、那個email 嗰個 address 喺度嗰度嚇。咁你可以上網咧係做個報名都得嘅嚇。咁詳細咧可以私事嗰度咧睇個報名表嚇。同埋咧佢當時咧會有一個好特別嘅展覽咧，就係咧佢哋有一幅咧係長5000米嚇，5000米嘅聖經係手寫嘅聖經啊，好長好長嘅聖經係手寫嘅嚇，將成本聖經咧寫曬喺嗰度嚇，咁佢哋會有一個咁樣嘅展覽嚇，咁到時咧都係一個好難得嘅機會嚇，咁就呢個第一件事嚇。第二件事咧就係咧，我哋都預咗咧，我哋3月5號我哋都會舉辦呢一個嘅福音船河。就3月5號10日嘅嚇，就喺三藩市出發，就會去墨西哥。OK， 就10日。咁咧就詳情咧，如果你有時間啊，各方面想多啲知道咧，請你同司務聯絡聯絡好嗎嚇？咁我哋咧就或者下一個禮拜我哋先會有個報名表出嚟嚇。咁但係咧就我哋都要開始進行噶啦。如果你有興趣想諮詢多少少咧，同司務聯一聯絡好嗎 ？OK， 好。咁咧我哋一同嘅站立，我哋一齊唱讚美詩。赞美天父爱世之恩，赞美耶稣代赎工人，赞美圣灵开我眸神，赞美三位合一真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
各位请坐。麦到之后，我哋会有罗马饭堂会有少少嘅茶点，希望大家都留步，大家彼此嘅问安，愿神祝福大家。